钻石好像蛮好找的，跟以前版本比起来的话，就是你在地洞，它钻石其实变多了。多哎，对啊，但是钻石铁反而是比较杂乱呐、啊，就是你要用那个鱼骨的很难。鱼骨的方法已经就现在落伍了，对啊，现在已经直接就找洞穴，找到就等于这些矿石都拥有了。有铁超多哎、欸。我的铁不多，不过够用。为了下一个人，啊、至少、欸、小空间几乎都活着哎、欸，好扯哦。我也以为我会死掉哎、欸，结果大家对我很好。没事啊，这才第一小时，我们还有那个啊，夜妹要熬过啊。哦对，没关系，我有盾牌。夜妹那跟任务无关、啊，是疯狂世界就要拥有的。想睡吗？那你就要抵御过夜妹。哦，我们还没坐过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不要？我是可以坐床，哎、啊，可是现在又不能睡，我们要抵御过夜妹。我先坐个床好了。那你不能睡哦。啊，我睡好像也没办法到早上。是不会到早上，可是它会清空你的那个睡眠，哦、就是你头上比较、那个，你头上就不会有那个夜妹。哦，对，有这样的。就是他之前就是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禁止睡觉，要等到打完夜妹、啊。好吧，那我做个钻石装好了。我两颗鸡蛋生出小鸡。嗯，我只是随便丢丢而已。想说你要 Undertale 了吗？在地洞里面养这个？我这个地洞真的还蛮美的啊。我的地洞也蛮美的吧？说不定可以考虑这里可以成为你的家哦。住地底下吗？看你啊，毕竟是你家。我家吗？太好了，我一定要住在一个很深层的地方。这里我说真的漂亮到我都想截图了，所以你要想一下呢。那我觉得我现在过去你那边还不错啦，这个选择我觉得不错。不错、啊，哎、欸，所以你信标有了？信标是什么？望远镜啊。望远镜是什么？那我现在还认不得你哦，我现在认不得你哦。啊，我其实我是来自别的世界的，我不知道。我的世界线没有望远镜这三个字哦，没事，我的世界线有啊，所以你要来到我的世界线，你就会拥有望远镜啊。我有点难理解望远镜是什么东西啊，有没有人能帮我解答一下？哦，等一下，你走开，下去，很好。我还没找到紫水晶哎、欸，哎呦，那紫水晶啊，我们刚刚小光说什么？紫水晶有什么难？我觉得这游戏在做、这个跟我作对，你知道，就是我说没什么难的时候就没有，有没有？然后等你完成之后，过没多久我就找到了。对，然后你就说，哎，金苹果好难，然后就你就完成了，就有了。对，那就是等我哎，金苹果，我就是等一下吧，然后就马上就拿到金苹果了。我是完全没办法赌的人呢，真的是完全不能赌哎，反指标哎，逢赌必输。我真的是逢赌必输哎，地狱岛民。你赌了三个都输，一个不赌那个就赢了。对，麦块界的地狱岛玫瑰，不要再射我了。你在射我？哇，这个地洞真的好酷哦！我还可以挖黑曜石哎，这样我们之后就可以做附魔台。我觉得我该，虽然我们要汇合，现在就是看小光何时拿到信标吗？啊，如果两个小时都没拿到怎么办？那就是任务失败啊！任务失败吗？对啊，我也看到那个嘞，我们会不会在同一个洞穴啊？啊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废矿的样子，那是废矿吗？其实是蛮有可能在同一个洞穴啊，毕竟我们在同一个起始点，我们又不是 UHC 离很远。哦，对啊，我这边看到好多蜘蛛哦，还有废矿，那是废矿吗？走了，还有发光鱿鱼。哦，我刚就在这里找到那个啊，紫水晶，你在这里一定也可以的。等一下，太多怪了。不会，怪物算什么？可是我这边的没有插火把，所以代表。没有，这个地方很大啊。我，但怪物算什么？你是小光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怪物，怪物算什么啊？哎呦！完了！你要想一下，你要想一下哦。完了！你要想一下哦。啊！
噔噔噔！安同学，哎，你倒下，你可以现在记一下那个坐标。我记一下坐标吗？我的东西，等一下，我的坐，我现在打不开啊！哎，我也不删哦，我没有，我按旁观世界啊。对，哎，啊，那你就对，那你就回到地表了。那你的东西是掉在那里的。我们是。毕竟再怎么说还是 HC 生存啊，能够复活其实有一点破坏了，但至少我们绝对是不防喷，绝对喷到极限啊！出事了，阿贝！过了50分钟，小光倒了一次。小光，你自己选择你要禁止自己身上哪一件装备？脚。脚胶不能拥有，哎，脚胶不能拥有，肯定是先脚的。哎呀，谁会先选身体呢？哪一个人头脑有问题就先选身体吧？好像很像哦，就像某个人一定会先选裤子。那我们那个下一集来宾，那个第一个就不能先选脚了。哎哎，真的吗？太酷了。对，然后我要说，就是因为是小光害的。那我决定死四次。你死四次，那你要那个我小朋友就少400、欸。下一个来宾可以先知道是谁，我再决定我要让他少多少东西吗？但这样子小朋友就少400块了、欸。这就是要看下一个观众的、下一个实况组是你害的，帮我争取。反正你知道，就是反正就少吃一只鸡腿没事啊，对不对？说不定那是他那个、欸、那一天都没吃东西哎、欸。哦，你这样讲话我有罪恶感了。如果你说他只是一天吃不到麦当劳，我觉得哦还好吧，没什么，反正还有饭吃。你说一天都没有饭吃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装了岩浆？这不太对哦。欸、要烧你啊？哦不，我现在也回不去那里了，完蛋了。你可以再找，因为他其实不一定5分钟，因为如果我不在那个区域，他那个时间是不会计算。可是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，那就没办法啦。我跑超远的才找到那里，就将近快跑了一个岛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小光今天还有那个任务目标是什么？哦，全套钻那个、啊、全套铁装嘛，挖到钻石嘛。嗯，我只剩那个盖家而已、啊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你啊。哎、欸，什么？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 DC 没有搜讯啊，我不会看 VOD 的哦、喔，我真的不看 VOD 的哦、喔。有吧有吧，哎、欸、喂，有吧有吧有吧，我所有东西都有拍下来、啊，而且还有刚刚显示钻石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骗人的。我那个对话框打开了没东西了，我刚清空了。啊啊嗯，哎、欸、不不行啊，在一个小时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再搞到一样的东西，没关系，你先那个吧，先拿出我们的信号吧，我们有望远镜才会看到彼此啊。信号有点困难欸，紫水晶吗？哇哇哇哇哇！紫水晶没有，紫水晶我去看一下我的 VOD 啊。小光说紫水晶不难啊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别的信标，例如什么种子啊，或者是生猪肉来当做信标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选择。哦，那我们拿那个、啊、紫水晶碎片。紫水晶，我听不太懂哎，最近有点听不懂巧克力在说什么。哦，大家听得懂？那我们可能会合不了了，完了完了，两个小时完全没有会合，不太好吧？哭了哭了哭了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从你那边获得什、啊，不是、啊，我是说从你那边就是。看到没有？我真的没有多的铁哦。啊，没有，嗯，我不太相信，我真的不太相信。你做两套吗？身上穿两件这样子？这个我绕两圈，就是还没看到那个、欸。怎么？至少应该会有个村庄吧、嗯？我记得有僵尸，应该会有村庄、啊。我觉得你现在干脆就那个啊，就不要管你自己刚刚的了。毕竟你也是觉得比较难再找到。真的，我是觉得找到的这个几率非常微乎其微。对啊，没有坐标真的太难了，还不如直接。所以现在就剩下两个，一个是紫水晶，然后另一个是家。
盖家，我觉得可以先盖家、欸、我觉得可以先紫水晶吧，先盖家吧，盖家比较容易啊，紫水晶比较难啊，你要先完成紫水晶啊，紫水晶搞不好整个直播解释我都还没找到，不会啦，可以啦，真的吗？干嘛呢？可以啦，你行的，我对你向来都有信心，真的吗？我对我没有信心啊，那你对我有信心就好啦，我对你有信心是自然有信心，可是那就没问题啦、嗯、真的吗？你就相信那个我所相信的小光啊好像有道理、嗯、那我相信一下好了，很好、哦、哎呦，有观众跟我说白桦、啊、白桦木的附近是不会有村庄的，那我就离开白桦木吧，再见白桦木。你也不用管村庄啊，因为你是要盖家还是你要占据人家的家，我只是想去逛一下，看他那边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他们应该身上很多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他们拿走。我身上是蛮多不太需要的啊。我也是觉得可以，其实可以给我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帮你拿去回收。那当然是没问题啊，我都是给我兄弟，我兄弟身上一定有那个望远镜。好可怕，望远镜现在变成我的魔咒，我快得 PTSD 你知道吗？以后如果在麦块人打望远镜，我就开始大叫，啊，又是望远镜，不要说那个东西啊！小光，你不是说这个很简单吗？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不起来。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这个小光都说很简单呢、啊，轻松找到。为什么白桦路这么大、啊？我要离开这里这么难啊 ！Oh my god！ 哦，去杀村民没问题。我觉得好无聊、哦，就只能一直挖铁，一直挖铁啊！看来你需要一个很好帮助你挖铁的这个伙伴。挖铁不用啊，我需要一个很好帮我消耗铁的伙伴啊，真的啊，我铁都准备要给了他，我给了我的这个那个望远镜好兄弟。我觉得我很棒，我就是那个人选啊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感受到你身上望远镜。没问题，我应该相信这个洞穴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就是从这里开始决定了，来重新打拼什么的，重新打，又不是第一次。我反而记得刚刚小王12分钟才有那个钻、啊、石啊。不会的，我会再重新拿到的。我相信我自己。就像你相信我所相信的我，生板岩也可以做那个熔炉，好酷、喔啊！原来那个哦，那个可以当，那就把它当对，可是它不能做成那个吧，石稿之类的吧？哟，还是它应该是不行。如果可以做、欸，可以耶，所以它完全就是可以当鹅卵石，它就是鹅卵石，它就是很硬的鹅卵石，硬到感觉你挖掉它会扣两个耐，对，不会扣一耐，扣两耐。这样子好，没事，打拼什么的重新开始便可，交给我了。哎、欸，不够，我要去再去下面冒险一下。那你有没有预想你的家要在地底还是地表、那又是在附近要怎样的？这个家嘛，我觉得自然还是盖在上面会比较好了。哦哟，我觉得盖在下面有点，这个空气有点浑浊，这个长期对人的身体是会有影响的。我是一个很养生的人，我都很早睡。他在瞎掰哦，当然他肯定在瞎掰。我是实况组的典范，实况组都太早睡了，我更早睡。他完全在瞎掰，他都天亮才睡。哎、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天亮才睡。你真的都天亮才睡啊？偶尔，偶尔啦，偶尔、哦。那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作息更不规律。一个月也才25天早上睡而已，5天是会正常的时间睡。哎、欸，你作息不仅不规律，还很夸张呢。有时候会到下午才睡。为什么啊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啊。对，有时候可能跟毛毛剪片有关系。哇，所以他也是熬夜狂魔。对啊，熬夜狂魔，他熬夜我就跟他一起熬夜。熬夜熬夜，哎呦，
这边的洞怎么这么小？哦，有了，太好了！哇，这次总该有了吧？紫水晶通常都不会太深才对，所以这边很适合有发现紫水晶。